中国我所采取方。经济学杂干一，有市场经济学，有计划经济学，经济学与骗子媒婆道具有所行走，堆积如山，敛财糊口。最成功的经济学叫玩笑经济学，学还会穿丑腰裙，戴绅士帽，笑话跟在潮流的后头，空手来空手去，什么都不能带走。而开曼群岛碧血天堂，全世界的江湖大道，在此靠岸抛锚，藏匿财宝。而逃避国家的重负，又骑在水手一乡，我一生把法外之地构想寻找。三，全球连锁不是一种经营模式，而是一种垄断架构，把金字塔打造，地基埋于里头，你去买汉堡包、薯条、星巴克咖啡，他去实行吞并战略，收取房租，把种子农压榨盘剥，别把暴行当作英雄传说。当然必要的我而不是善，维系着我们今天的生活。十，大多数人依靠常识生活，瞎子离不开拐杖，群盲跟随忽悠的号角，只有反常的人出人头地。又是进到牢房里头，从淘金者中发财归来的，不是淘金者，而是出手绝头的店家，积怨牢保之流。五，神秘的财师家丑，发家于一次豪赌，低价买空英国国债，然后高价出手，这一切皆因滑铁卢的炮火成就。没有豪赌就没有帝国权术，市场好似战场，军中的消息要严加把守，华尔街的投资人都一双哨兵的眼睛，侦探的耳朵，声东击西，散布利好消息，他们贼在行拿手。六，爱慕虚荣的愚人为之假项链付出了一生，痴迷苹果手机的人卖身也要跟风拥有，饥饿销售和饥饿疗法行之于一切领域，兜售噱头，流失花招，这种骗术伎俩永不没落。七，如果一门生意利润高达300%，国家是无法管控的，哪怕警犬密布，电网围堵，红外线扫描，直升机空中侦察盘旋，跨境合作一招撤招，毒品生意迟早要摆上台面，一同同性婚姻走进我们的生活。八，阿里巴巴的强盗们并不懂做生意，但他们知道最好的生意莫过心结，垄断市场，收买国家巨头，天下财富便能转移到山东地区，云集散，改变了马帮行街的范围首都，万户萧条，尸魂遍野，满街行走着劫匪，我们视为了英雄。九，庞氏骗局行销于我们的生活，扯东墙补西墙，只要东墙够长，有的栽到跟头，有的千年不倒，太阳长新，幽灵总会复活，庞氏的妻子终身相伴，还有多少忠贞不渝的信徒。十，人们制造繁荣也制造泡沫，投机者兴风作浪，群众跟风抢购，狂妄贪婪的统治者侧面于患，刮起阵阵强风，直到泡沫把提案桅杆淹没，永远的皇帝终究凋零，幻想与癫狂依旧，一朵郁金香交换一栋庄园，这样的买卖在股市、房市、货币市场里
频繁取摸，一条死金枪鱼不卖取两亿欧元的价钱，金鱼成本核算的人只能养家糊口。11，不要拿鸦片所食，那只是一个我搞的利诱，只有与专制体制终有一战，某已只是导火索，开门迎客，关门即刀，几千年来兵荒马乱忧感恐惧的心理，中国人并不适应阳光照耀的生活，只有某已是最有力的撬杆，他令统治者手足颤抖。